是加拿大最东边的那个岛，它是纽芬兰和拉布拉多地区，对，就是在加拿大的最东端。然后它是7月1号的凌晨对加拿大其他的省份开放，我们就踩着这个点坐今天晚上9点的飞机到那边，是7月1号凌晨1点多就踩着点入关。然后特别惊险的是，我们当时买票的时候是还没有订上第二针的疫苗的，现在的规定是2针要打了超过14天才可以入境，然后我们今天是第14天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入境的时候就刚刚超过14天7个小时。熟悉的 Park and Fly， 它现在这个公车站是你要去摁它才会有车来停这一站，以前是直接站在这儿等，然后大冬天的时候是真的冷死人。时间卡得刚刚好，我们走到这个登机口的时候就刚刚好要登机了。现在当地时间2点，然后我们刚入关的时候在机场已经跟我说 good morning 了，真的是好吓人。然后刚司机那个 shuttle 司机也是跟我们说 have a good day 或者 have a good night。早上好呀，我们已经下去吃过早餐了，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烂天气。现在已经中午了，12点了，我们刚刚回到机场把车租好拿好了，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可怕的天气啊，这样的下雨大雾。我们来的这几天每天都是下雨，天哪，今天是90%的地区都会下雨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往 St. John's 边上的那个灯塔去看一下，我看到别人拍的都是很漂亮的夕阳什么的，不过今天大雾又下雨，应该就到此一游。介绍景点有一点困难，但这个灯塔，这个海边是加拿大的最东端，也就是纽芬兰和拉布拉多地区是加拿大最东边的一个省份嘛，然后这个海边又是在最东北角，所以在地图上来看的话，这里就是标注了说加拿大最东边。这个雨衣真的是买迟了，看这雨大的。我这个是 Captain， 有龙虾尾，然后这里还有 mashed potato， 还有那个带子和虾。它这一份是 Newfoundland 的，然后都是纽芬兰这边比较特色的东西。哎，早上好，我们现在在 downtown， 它这边有这种彩虹的街，就是每个房子是不同颜色。我想来照一照相。
饭来了，我点的是他们这里的经典，然后他点的这个又是牛黄蓝粉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纽芬兰油条，你看那还像个大饼一样，这有点像donut嘛，这是它是本地的特色。我直接上手，它是甜的不？它本身有甜吗？嗯，我觉得有点，这个太甜，有点甜。嗨，我们现在开了3个小时的车，然后现在到了 Bona Vista 这个地方，就是在纽芬兰岛的一个海湾这里，然后我们现在在飞航拍，我们刚走到一个这个地方可以走 trail， 然后它有一个悬崖，我们一会儿会进去，我们在试飞我们的飞机。在多伦多因为旅游的前1-2个礼拜多伦多一直都在下雨，我们都没有练习过，就直接上手开始飞了。Breath and count myself to sleep, or else I feel you in another room. One day I'll leave you in my dreams and get hung up on someone new. Always love you most before you leave. These days I find myself wishing you. You leave a secret on my knees. I'm writing songs about missing you. Hi, 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个Bona Vista 的一个角，然后这个地方是 Puffin Site， 也这里写的，这地方是专门看这个叫 Puffin 的这种鸟，东边独特的一种鸟，它的嘴长得非常的可爱。我们本来是想在这边飞一下航拍，因为这个海岸线超级漂亮，但是它那边门口那里写的是希望你不要飞航拍，我们现在就拿相机然后往里面走一走，这边还可以走进去，这边是可以走进去的，你看那边有人正在往回走。哦，比他们大好多啊，这样看他们好棒啊。刚拍到了好多那个 puffin， 用手机拍，因为我这个相机是广角的，它捕捉不到那么近，用手机反而拍得到。它比海鸥小很多，就又感觉比鸭子还要小，像鸳鸯差不多，然后很肥。我们现在就准备回 Clarenville， 我们今天酒店就定在 Clarenville。 这个6000人的小镇，这高速边上的一个酒店，它居然门口的这两个停车位还要经会员才能停，太有意思了。天晴了，也太高兴了吧。我们现在到这个 Bona Vista 的海边了，我们的船是1点的，现在还有大概20分钟。今天是一个大晴天，希望可以一会儿看到鲸鱼。
We're under attack. 前后左右都有鲸鱼，这一趟也太值了，超级多鲸鱼。我们现在一共就看到两种品种，一个叫 humpback， 还有一个叫 fin whales， 然后大概都是3吨重吧。刚刚还看到他们捕食，就是刚那个画面，把那个水拍起来，这样它会形成一个漩涡，所有的鱼都在里面，他们就可以一次性吃很多，就是团体作战。刚刚那个拍水的时候，应该有4头鲸。我们现在回城了，然后我们又查了一下那两个鲸鱼，我刚说错了。他们不是3吨、4吨这种重量，他们是30吨、40吨。那个 humpback whales 是30吨，然后那个 fin whales 是40吨。Bonavista 小镇小村，一个3000多人的小村，但是它旅游业旺盛的时候，刚那个水手说，上就是停车的地方全都是满的。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还是算人超级少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。这个灯塔就是这个小半岛最顶端的地方，我们刚刚坐船的时候已经路过了，就是在船上看到，我们现在开车再过去看一下。几个小孩，他们说这里有 fox， 这有小 baby， 然后我们来拍哦，它好小，真的是 baby。才坐到餐厅里面吃饭，然后今天是周五六，餐厅全满，就是所有 indoor 的 space 都满，所有 indoor 桌子都满了。上菜啦！我今天点了一个鳕鱼，他点的是一个 seafood platter， 这个鳕鱼它好像弄了点面包糠，然后上面还有点芥末，好嫩啊，超级好吃。这是真正的荒郊野岭啊！今天这两个小时的车程，基本上都不太会见到车。今天是在纽芬兰的最后一天，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去叫 Simiri Ecological Reserve， 是一个鸟岛，就是那种悬崖峭壁上面嘛。然后是我们父母强烈推荐我过来看的，然后这一路上就完全没有车，没有人，就荒地，然后路又特别的烂。感觉都没有人来这个地方，今天天气又不好，又是下雨的第一天，很像我们进到这个 reserve 的小道里面，你看这个这么挤，它居然是一个双车道，是双向的，这两个车如果碰到的不知道怎么开，也就是说人家预计的是不会有两个车出现的。今天就是我们预定了，我们来大西洋。如果要去看那个很多很多鸟的地方，还要走从现在这个 center 这里还要走17分钟来回的话，加上看鸟起码1个小时。刚工作人一番解释，1.4公里的 trail 还是可以打算要冲一冲，
现在把帽子拉紧了，看着他，要不要再拿两个口罩？我怕万一口罩烂了。可以，走。练过，你现在好像要去搞那些防毒的东西。几百米，我们回来了，就可能对，就走了几百米，实在是太吓人了。那个风推着我走，然后离悬崖又非常的近，我们走了几百米，全身就已经都湿了，然后鞋子也湿了，不敢再往过走，因为它是一个那个这样子一个 U 型，然后要一直沿着那个悬崖走。我还是看看远远的看到了一些鸟。就结束了今天唯一的行程。我们现在在去，就是朋友推荐，这位导游朋友推荐的餐厅的路上，什么车都没有，路也是这种山里，感觉好像在广东要吃野味。开到山沟沟，我们到了这个朋友推荐的餐厅。我们点了第一个是一个三个味道的龙虾小面包，这里好棒，然后还有 live music。For I have lived a stormy life, my hair's a silver hue. I played the voices in my ears in tones I cannot subdue. 我的菜来啦，这个是鳕鱼，然后它是用 cheese bake 在里面，这个是沙拉。它这里的 fish and chips 超级嫩，应该是新鲜的鱼，不像在安省的时候，安省的鱼应该是冷冻的吧，它这个超级新鲜。哈喽，现在是星期一早上凌晨2:45，我们要坐5点钟的飞机赶回去上班，听起来超级疯狂，但是因为现在旅游刚开，纽芬兰每天从醒状子飞多伦多的航班每天都只有这个早上5点的这一班，就算我们想要早一天回去，也就是周日早上的凌晨5点的飞机，所以呀，我们现在就要回家了，拜拜，下次见。